哦，小罗，我觉得我们，哎，我们难道不能好好的出去玩一次吗？不能好好的出去进行一个逛街吗？啊，我也想啊，我也想能够像别的情侣一样带着你出去玩，小茹。哦，那怎么办呢？我觉得我们好可怜呀。放心吧，我们总会有个办法能够解决的。哎。我好想哪天呢，能跟你正大光明的走在街上，我们俩呢一起去吃个冰激凌，去喝杯咖啡，享受一下下午的阳光等等。你看，我们每次出去的话呢，都会有记者跟着我们，一直是在这里拍摄啊、拍采访啊、拍给我们拍照啊、狗仔队啊等等，那么多。那我们先去吃个冰激凌吧，好吧，好吧。你要吃什么冰激凌呢？我要吃一个巧克力的，再来一个香草味的吧。好的，那我去拿一个草莓味的。那我们等会儿，嗨，你是那个超级模特的主持人吗？对呀，我是啊。我可以和你们一起拍个照吗？当然可以啦，过来吧。哦，好可爱的小孩啊。哦，我看，哦，你看那个是不是 Gabby 呢？哦，嗨，Gabby，Gabby。哦，Hola Gabi，小茹、小瓦，你们好吗？我们很好啊。你最近怎么样？哦，这个小男孩是谁？好可爱呀、啊！哦，他是我的侄子，特别的可爱，跟他打个招呼吧。你好。哦，你们也来玩游乐园啊？是啊，难得放松一下，特别好。我前两天还看了报纸呢，有的狗仔队说你们俩谈恋爱了，现在。其实是啊。其实我们也不想瞒着大家，可能会慢慢的再告诉大家吧。那就祝你们幸福啦！啊，真的太好了，谢谢你的祝福。啊，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比较的束缚，不能够自己想干什么干什么，还是有非常的狗仔队会跟着我们。那么我们就下次再见喽。好。我觉得 Gabi 有点点奇怪，为什么他感觉有一点点的小尴尬呢？应该没有事吧？我也不知道 Gabi 怎么了，好像有点奇怪。如果小朋友知道的话呢，都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们留言喽。下期再见。